金毛与拉布拉多哪个好？白翔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消化系统外科疾病专科医生。作为家庭饲养的中大型宠物犬来说，金毛和拉布拉多都是值得选择的犬种，两种都是温顺亲人且常被选作多种服务工作犬的狗狗，两种易训导脾气好的狗狗品种，在决定饲养前可以根据品相和性别进行挑选。相比之下，金毛性格更加沉稳粘人，毛发要长了很多，触感也更柔软一些，但是拉布拉多是短毛，相对来说好打理一些，拉布拉多要贪玩一些，幼龄时候容易拆家，地性一般是在两岁左右，但是拉布拉多对主人非常忠诚，服从性非常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两种狗狗都容易患髋关节和耳道疾病，饲养的时候需要多加关注。